在 Grand Turk 玩了半天以后，回到船上，已经过了午餐的时间，就是要找吃的。那船上的自助餐厅基本上菜色不多，因为它有很多其他的小摊子可以吃到不同的种类的食物，所以我们就到处看看。这边是 Guy's Burger。Guy's Burgers 的汉堡真的是很好吃，很特别，是值得一吃的美味。在 Street Eats 这些小摊子更是有不同口味的美食。水饺啊，牛肉跟豆腐。哦，牛肉豆腐。咸咸的豆腐，豆腐皮卷牛肉。哦，豆腐皮卷牛肉，这个是要，这个是要给钱的，糖水饺。现在下午四点，我们离开 Grand Turk。船路慢慢的往后退，离开码头。今天是船上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正式晚宴，所以菜单也特别的丰富。春秋的 shrimp cocktail 要给你的吗？ shrimp cocktail 还是这个？ thank you 你要不要吃这个？他听到你讲好爽。牛排来了，这个是鱼。 Hello, picture together?水果盘，吃过饭后到各处走一走，消耗一下过多的卡路里。现在通常都会买一艘船的模型做纪念。老鼠，
the next day. 今天又是海上巡游日，所以早上我们也再去吃一顿 sea day brunch 早午餐。早午餐通常都是在主餐厅提供的，菜色很丰富。右边我们可以看到是 Java Blue 咖啡厅，然后这边是 Cherry on Top 糖果店，左边呢就是 Central Stage 了，中央舞台。这是主餐厅的六楼。Good morning. 早午餐一起吃的，有牛排、蛋，还有一个是番茄。主餐厅。Hello, and thank you so much. Today is actually the brunch day at the Palm Restaurant. And see you guys later. I hope you're having a wonderful day every day. Thank you. Thank you. 这是团头团尾。The big chicken shack, the big chicken, 很好吃的炸鸡 sandwich. 七点要下船，只不过这一次过山车没有开，我好像没有上去过。上去是不是要坐那个才有的？来玩高尔夫，上面有过山车。是人家走路的，走路的。
这个 boat 就是船上的云霄飞车，15块玩一次。但是今天还没有开始。Well, a very good morning, Mardi Gras.这个走道倒是有点窄，是船中间的游泳池哦，哎，船尾比较算是中间的，我会那边那个包子就在那边。是船尾，这边有人，这个角度我还没有拍，所以这个是过山车的走道是在上面的。装饰的柱子。这是船上的牛排屋，牛排屋，哇，排屋很大，正在准备卖手表的，50块钱一个。50周年，很多东西卖了。Best price guarantee， 来人先分享。嘉年华游轮50周年。我们今天来翅膀吃面，看看尝试一下。那这个是翅膀是面跟墨西哥菜的那个合并的餐厅。
也不知道正不正宗，反正就试试看吧。这个是阿伯菜，海味菜，虾汤面，牛肉炒拌面，牛肉，第四道菜，沙拉，这个是 burrito bowl， burrito bowl， 跟沙拉一样。进来了，这个好像是布丁。今天这个糯米鸡，有茄子糯米鸡，不晓得好不好吃。在船上最后的晚餐，气氛很热烈。这个是青蛙腿，最后一碗是他们的熏布条青蛙腿，还有鸡汤，炸鸡。I don't think I can finish it. 是。吃了一整天，就准备明天要上岸了。上岸以后，我们将会从 Florida 往加州回家了。欢迎大家继续与我们同行，请继续观看接下来的旅程，让我们一起去看世界。喜欢的话，请记得按赞、分享、免费订阅及留言。再见。愿上帝赐福大家平安喜乐。